1909年に生まれた李林秀は、台湾のポップ音楽史上重要な代表的存在だ。暴春風は、彼が25歳の時に自宅で作曲された人生を代表する作品だ。台湾流行音乐产生之后最成功的，当然就是首推《望春风》，到现在都成为是我们土地文化经典歌曲之一，好，算是最重要的。李林秀は小学校卒業後、家計を支えるために会計の仕事に従事した。偶然の出会いから映画館の広告や演劇の宣伝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り、映画広告の歌詞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彼はここから創作の人生をスタートした。彼の住居は地味なレンガの家の中に静かに隠れており、あなたも気づ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一般来讲是，都要对上年讲起。阮应拜在上年是做米家，但是阮阿公共保林共背书，所以。财产互过了了，阮阿嬷来找陈天来，因为陈天来是阮阿嬷的阿叔、二叔，算讲阮阿嬷的老爸就是陈天来的大兄，来甲讲啊，你一间怎啊大？就大稻埕这边传统的店屋特色，四柱三窗的砖木构造的一个特色，所以在里面我们有看到七里庵式的这个隔间，那也有红砖的，然后还有竹编泥墙的隔间。然后三木隔间，然后有半楼，也就是我们说的阁楼。1933年に発表された暴春風は、李林秀が女性たちに自分自身の感情を勇敢に表現するよう励ますために書かれた歌だ。我老爸咧写作的时候，侬一写作有三个要点，讲了三个要点就头一个，懂了？坚心也坚哦，是较袂向拍断落，这个算讲灵感哦。第二个呢，侬啉烧酒哦，烧酒啉落去哦，灵感在下，干啦。用烧酒啉落去，笔在点头，夜来向人偏着吼，就敢那咧酒家安尼先哦。しかし李林秀夫妻が相次いで亡くなり、この古い家は家族の債務問題によって困難に直面した。この台湾の歴史的な作詞家の故郷が2020年に競売の危機に瀕した。迄阵啊，有媒体来采访我，我要放弃。伊既然也要伫这间厝给伊，我内底文路拢搬出来，搬来北京、别位啊，我另外重新开张就好。但是文化局吼，伊讲你唔能安尼先，安尼做先咯，都无迄个原汁原味迄个味道的。还有讲啊，安尼你怎样吼，甲买落来。那老师当时也来找过我，那我也鼓励老师说，对，我们应该把它标下来，因为老师已经花了3000多万去买一楼，哎，那个是真的是天价，所以没有钱修理啊。那还好文化局也协助李老师，就拿到了这个中央的补助，再加上文化局自己也补助他们，很幸运的就是说这一项一项的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当然就是还有最后一里路啦，未来的经营管理啦。讲到这个要变怎使用这个空间的时阵哦，我来登记个阮老爸上早的时阵，伊就一个 idea 是安怎个？伊讲哦，咱一般新人就是讲新出道的人对不？无机会，无迄个舞台，无平台哦，通好发表伊作品，所以就是讲楼卡在做啥物？公共艺术表演空间。要做这个导览的意义在吼，让大家了解讲啊，阮老爸伊创作的迄个足迹，踮咧各无同的所在吼，伊活动个。你也了解你家己的土地，你就会爱你家己的文化了。所以你也对这吼，跟每一寸土地那些历史故事，那个趣味的。
因为阮老爸迄阵啊，伊在生的时候就讲过，讲文化的物件吼，都要保留。你若卡掉就无去啊，啊那钱吼，钱搁赚到有啊。カヨは常に記憶を運び、この春風がダーダオツォンに吹き抜けるとき、耳を澄ませて聞く。百年後の私たちも、まだあの時代の心の声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